谢谢理事长，目前呢我已经画完，但是要等干，所以我要同伴帮我拍起来，我要等它干的时候我才会再去做细节，因为眼睛、鼻子、嘴巴还有 necktie 还有他的手，一些精神的地方，好，我会在干的时候我再处理，所以我要他帮我拍起来。但现在呢，衣服还有颜色还有整个的流畅性我都已经建立好了，你们可以从这边看，也从上面看，好，可以从我这个角度看 model 和我画面的整个互动关系，好，可以从我这个角度看关联性，啊，我脸还有他的衣服，还有他的动态，还有他底下这些有点受光照的这个咖啡色调，那黑的颜色进入寒色调之后，还有 necktie 的那个淡蓝色，在黑色里面的色彩的互动关系都已经建立好。它整理的地方呢，会等干的时候我再做整理。那等一下，如果还想看我做小画比较快速的 ，model 可以移动了 ，model 可以休息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李市长，谢谢李市长。把我那个纠结的那个心情都画出来了。好，这个比较不错。哎，理事长也可以看一下哈，可以看整个动态。好，我们谢谢我们黄宝健老师的一个挥毫。我在这个寒色调当中，我借着红色椅子来凸显整个火热、火烧屁股、火热的精神。好，在椅子下面，我不要再用白色或灰色，我借着高彩度来对比了它很深沉神秘的，还有一种很绅士的色彩，那加上这个红色，让整个画面很活泼，还有浪漫起来。脸我已经走出来，还有它漂亮的头发，啊，手还有那个蛋，我会再做细节的修饰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可以再做小的，如果需要看的话。